Hello，Cindy 老师，能听到吗？可以可以，你能听到我吗？非常清楚，crystal clear。clear 是吧？等一下，我要把那个图转过。你要现在是要我放进去，还是你可以放啊？我放不了，我在外面。OK，那你等我一下啊，我可能要 WeChat 转一下。好，没问题。那现在大家都看见我，看我在 share 屏幕吗？你可以先 stop sharing 可了。以 stop share 是吧？OK，那我先 stop share 一下。我可以看到你。Eric，你现在可以听到我吗？可以，完全可以。这样可以吗？你看。也可以啊。OK，好的。OK。那你现在要开始还是怎么样？我现在差不多吧，开始了。OK，因为看到 participant 差不多都七七八八都进来了，好的。然后稍等一下，同学们，然后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稍等一下，因为还有一些学生在。就是在准备进来，所以的话，我们稍等个两三分钟，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 CBA 宣讲会。稍等。我看一下，差不多。OK，the screen sharing is on record. OK，好。OK，Cindy 老师，我们差不多开始吧。OK，然后我是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哈。然后我的名字叫做 Eric。然后当然我今天不是过来主讲我们 CPA 宣讲会的，因为我不是 CPA 的持证人。对，我们的 CPA 持证人是我们的 Cindy 老师。那在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线上宣讲会之前的话呢，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 Win Career
CPA 的 program 以及就是我们心理导师的一些 profile， 那 make sure 大家的话 understand 为什么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心理导师过来给我们去讲解在2020年 CPA 将会有哪些重大的改革，主要是分了四个 subject。 OK， 那我先说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 Win Career。 OK， 那 Win Career 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在如果是我们 TOEFL 的同学的话呢，应该都知道我们在做考证培训这一块的话呢，除了 CPA 我们还有在做 CFA 的一级考证培训。那 CPA 的话呢，也是由我们几位超过五位以上的这个 CPA 持证人的导师那组成的。所以在导师团队这一块的话呢， profile 跟我们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那如果大家后面想要去报名我们 CPA 培训的话呢，可以找我们的小兵去咨询我们整个 CPA 的排课以及我们的课程设置，还有是我们的报名细节。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 CPA 其中一位持证人，就是也是我们的Cindy老师。那如果是我们大学补习的同学，应该有一部分同学应该是上过他的课的。那在大学补习这一块的话呢，Cindy老师之前也是有非常多年的教学经验了，这超过八年这个会计教学经验，从初级、中级到高阶，各个大学里面的会计课程都是信手拈来。OK， 然后他也做过六年的 CPA 的 mentor， 除此以外的话呢，这个只是他的一个角色。那另外的话呢，他的本职工作是在一个大型的地产投资公司担任 finance manager， 还有是 treasurer。OK， 那这是公司的高管。OK， 同时的话呢，他在当时在考 CPA 的时候，所有的科目都是一次性过了，并且在大家可能之后再要去考 CPA 会面临的这几门课 ，ethics audit， 还有 financial reporting 这几门课的话都是拿到 HE 的高分。所以在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呢，我们邀请到 Cindy 老师来讲解我们整个 CPA 的考试的改革，以及给大家去科普 CPA Australia 这个证怎么去考下来，是非常再合适不过的。 OK， 所以那我现在的话呢，话也说的差不多了。 OK， 我相信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我希望现在可以邀请到我们的 Cindy 老师来给我们去讲解一下今天我们训练会的 topic， 大概预计会30到40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在过程中的话呢，请大家不要打断我们Cindy老师的这个宣讲。然后的话，如果在过程中需要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记录下来，那之后可以给到我们的小Win，由我们小Win那边去整理所有的这些问题，之后我们会给大家去解答的。OK， 那邀请我们的Cindy老师开始我们的宣讲会。好的，谢谢 Eric。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讲一下，我们说这个澳洲 CPA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专业的认证。对，我们学会计的同学基本上都知道说澳洲有这个 CPA 的一个像是一个会计认证的一个团体一样，它是一个类似于这种职业的工会一样。就是如果你在澳洲呢想做 CPA， 想做注册会计师，或者你想从事任何这种金融行业，那么 CPA 呢它就给你提供一个这种你的认证的一个支持。那么我们说基本上你像在澳洲做 CPA 的话，你如果将来拿到这个 CPA 证，我们看一下说他的这个薪资基本上都是很高的。而且呢就是说澳洲的这个 CPA 和很多就是亚洲国家还有英国的这个英联邦国家，很多他的这个证书是可以互相认证的。就像我们这个PPT 上写的说，他可以跟香港的这个注册会计师、英国特许会计这个会计师，还有新加坡的这些，它可以进行互相的认证。那给同学举一个例子呢，因为我原来自己是四大背景的，那我是在新加坡做四大。那么新加坡如果你拿着澳洲的 CPA， 然后你如果想在新加坡四大进行，就是我想再考一个新加坡的 CPA 的话，你是不用再去考试的。那你就说它可以给你，你可以去再考一个新加坡类似于就是一个 general subject 的一门课，那你就是你的澳洲 CPA 就可以转换成就是新加坡的 CPA 了。那如果你是在四大工作的话，你连那门课你都不用去考，你的这个澳洲的 CPA 就直接可以转换成新加坡的 CPA。 所以我们说这个澳洲的这个 CPA 它的这个认可度是非常高的一个职业的认证。那我们知道了这个东西，大家说那我考完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呢？那我们就说给同学讲一下，就是说这个你拿到了这个专业认证，你的优势是什么？那我给同学就是从几个角度来讲，一个是说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我原来是四大出来的，然后呢现在是做 commercial， 就是说我回去公司里面去做会计。跟大家讲一下说你在这个四大里面，你的这个注册师会计注册师注册会计师的
优势，还有你说你将来去这种普通公司的，你拿到这个 CPA 优势是什么？那么第一个呢，如果你将来就现在，我不知道我们同学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你是就是说今年毕业了，或者说你马上要毕业了，你现在我说我面临着找工作，我决定我将来的这个职业是什么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考虑说我们学会计的同学几个出路，那么一个是去普通企业做会计，那么还有一个很大的出路呢，就是说你去这些会计师事务所，那么四大是大家都想进的，不管是国内的也好，澳洲的也好，新加坡的也好，香港的也好，那么我们说这是四大是学会计的同学，很大一部分同学都是去了这些专业的这个我们叫事务所，那么你在事务所里面呢，这些事务所是非常喜欢他自己的员工去考 CPA 的，因为为什么呢，说你将来如果去四大，你就你进去了之后你就知道说他给你要提供，我们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前期第一年头一个月基本上你不会去做任何的项目，你都在那儿培训，那他其实他培训的那些内容是什么，其实跟我们说 CPA 里面的讲的课的内容是非常相似的，比如说我们将来今年我们开的这门课 Financial Reporting，那你四大里面他就去教你说啊、哦，我碰到了 revenue 我要去怎么 recognize 啊，那么就说你将来在你的职业的话你就比别人抢跑了一步，而且四大呢也很支持说让自己的员工去考这种专业性的考试，那比如说你像我听说说国内的是给考试假期，比如说你考一门 CPA 给你一个星期的假期，那么我原来在新加坡也是说，如果你他不管你是考新加坡的 CPA 考澳洲的 CPA 他都给你一个星期的假期让你去考试，还有你考试当天的那天呢也是算你的就是假期的，他是非常支持他的员工去考这个事情的。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有同学担心说哎，我将来打算回国去发展，那我现在在澳洲考完了这个 CPA 回国可能就作废了，那我这个呢我跟同学说一下，说国内现在就说你如果进将来进这个四大的话，你在前几年的比如说你第一年进去我们原来毕马威叫 A1， 就是你第一年 associate 1，然后你第二年 associate 2，然后后面是 senior 1 senior 2，然后到 assistant accountant assistant manager， 那么在这几年的时候呢，你的这个你拿不拿得到这个专业认证其实是没有太大关系的，那么你拿这个 CPA 的时候你是到经理那个级别你才说我拿到 CPA 我才能再往上走一步，我走到经理那个级别，但是呢现在国内上市公司，就是国内的上市公司，他们也要求说我要遵守 IFRS， 那什么是 IFRS 啊，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对吗，国际的这个会计准则，那么他如果要遵守这个 IFRS， 我们澳洲的这个 CPA讲的就是 IFRS 对吗，那么这样的话它其实现在四大已经变得非常灵活了，它支持你说你可以考其他国家的 CPA，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在考完澳洲 CPA 的话回国的话，我听说是可以说可以免掉两门，还有一个内容呢就是说我今年有帮我的国内的表妹辅导一下国内的 CPA，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国内的那个 CPA 你看一下他的那个我帮他辅导是他那个管理会计，他那个管理会计其实内容和我们澳洲 CPA 那个管理会计非常的相似，所以你在这年考完 CPA 你回国你又比别人抢跑了一步，你就比别人已经在起跑线上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澳洲的这个 CPA 的通过率是比国内的 CPA 通过率要高的，如果你回国的话，如果你这个公司也接受澳洲的 CPA 的话，那么你的这个通过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你像我们说 CPA 这几科的通过率基本上都维持在40%到50%，那么国内的这个中国的这个 CPA 它的这个通过率我听说是只有10%到20%的通过率，而且你想想中国人基数大呀，你去竞争那个的话就是非常难的，你将来拿到了澳洲的 CPA 你回国你说我可以用这个，我们说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捷径，比考国内的 CPA 要容易一些，而且我们现在又有这种专业的课程帮你去考这个 CPA， 那么我们说这个课程我们现在
看一下说我们如果将来上完课，我们是能把这个通过率提得更高一些，让同学争取大家全部可以依次考过这个专业考试。而且呢，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同学如果你将来上课的话，在辅助上自己的复习，自己的理解，我说这门课有一些 CPA 的课程拿 HD 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如果你是普通公司的话，我们说你有什么优势呢？那我们现在就给同学看一个SIG 上的这个广告，看一下说，如果我们在澳洲找工作的话，你将来可能你毕业你在澳洲找工作，一个是你可以进会计事务所，我们刚讲了四大啊，或者 second tier， 比如像什么 BDO 啊、Pitch Partner 啊、Grant Thornton 这些都是可以进的。但这些机构，我们说如果你想留在澳洲的话，想进去的难度稍微大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说这些机构，一个是说我们有一个身份的限制在那边，它很多都要求说你没 PR 你就不能申请。那么还有一个呢，说 local 你的 local 学会计同学也很想进这些公司的这些graduate program 这些毕业生计划，那么你就竞争非常大。我们在语言上没有非常强的优势，那么你想进澳洲的这些四大呢，就是说你要有好多轮 interview， 比如说第一轮你要往申 OK， 那么你往申过了之后呢，你要有第一轮的就是面试，面试过了之后呢还有一个群面。那这个群面是什么呢？我也经历过，就是说把你们分成一个个 group， 然后给你一个 project， 然后大家大概两个小时，然后两个小时没那么久，好像一个小时左右，让你去分析，大家开会讨论这个project， 然后去做一个 presentation， 然后呢，然后有那 HR 的人，然后这个各个部门的 manager 坐在旁边观察你们怎么做这个 presentation。 那么这个在这个群面的过程中呢，我们作为就是留学生优势有没有那么好？为什么？因为 local 语言在那里啊，他们讲的那些 culture 的小笑话那些考官可以听懂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将来就是说进澳洲四大或者进 second tier 的机会没有那么高。那我们另一条出路是哪呢？我们就说我们可以去进，直接去进公司去做 commercial。 那么我们进这个公司的普通会计呢，我们看一下说你有这个 CPA 的优势在哪。我们看一下这个广告，看到他说这个了吗？他说我虽然是一个 financial accountant， 他要求你是一个 CPA， 看到这里 CPA 或者是 CA qualified， 或者是 working towards this qualification is highly desired， 看到了吗？就说你要么你是澳洲的注册会计师，或者 CA， 这是 chartered accountant， 也是一个注册会计师。那么或者是说你正在学习这些，那么他是非常欢迎你去投这个简历的，如果你有这些 qualification 的话。为什么呢？其实你知道，就是说在一个普通的公司你做会计，他并不需要你拿 CPA 的这个 qualification， 他并不需要你有这个签字权。那么 CPA 这个签字权只是将来你做审计师的话，他要求你有这个签字权。就像我现在我是 CPA 持证人，我已经持证了，我一二年拿到了这个 CPA 的认证，然后我其实在公司里面根本不用我签任何的东西，我每年的财报是审计师去签的。但是他还是要求你说我希望你是一个 CPA。 那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呢？我们说一个就是说我们澳洲这个 CPA 这个它的有一个很好的 reputation， 名声很好。我们说公司在招人的时候，他希望你是有我们讲说从经理的角度来说，我希望我的员工有两个条件或者两个大方面。一个我要看你的 skill， 我看你能不能做这份工作。那么 skill， 你像我们说这个 financial accountant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讲说将来你做财务报表的这个会计，或者是财报会计，我希望你了解这些会计条例。比如我们将来会讲到 ASB 澳洲的会计条例，如果你去了这些大的这种上市公司，或者是美国的你的这个母公司在美国或者在欧洲的话，他还可能要求你说你要准备符合 US GAAP 的这些财报。那他希望你有这些财务上的知识，那他希望说你能知道怎么准备这些比如说现金流的表啊，然后我们讲的说资产负债表啊、损益表，那这些东西他希望你知道，我不要再去培训你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怎么能体现说你知道这个东西呢？我们说你读完了 CPA， 你拿到了 CPA 认证，
CP 的这个必修课是什么呀？ Financial Reporting， 你读完了这门课 pass 了，你就已经了解了这些东西了。所以他就，你拿到 CPA， 他就认为说你已经有这些知识的储备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作为经理来说，我希望我的员工是有很好的 time management， 有这个时间管理的能力。那你说我上学也好，或者是将来工作part time 读了个 CPA， 证明的是什么呀？证明说我有很好的时间管理能力。那么这就是说，我可以在我上班之余，我还能管理好我的这个业余时间，我可以去读一个我想要的证书，而且是这么好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一个证书。那么第二个呢，我说第二个大方面就是说，我们很希望就是说，从招聘的人，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很喜欢看到这个申请人他的这个 attitude， 就是说你的这个态度，或者是你对你这个职业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说，如果你愿意在你业余时间，或者说你还没毕业就去考一个 CPA， 对我来讲它其实是释放了一个信号。那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呢？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的 career 你有一个 commitment， 你对你自己的职业发展你有一份专注在里面，你有投入在里面。所以我们就这是你的这个将来的雇主非常愿意看到的一个点。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就说CPA， 如果你将来进普通企业呢，这是你自我保值，还有我们说晋升的一个敲门砖。那么，我不想太说这个，就是说我们中国同学，尤其学会计的同学也知道现在学会计的是什么情形。我说这也是个很 sad 的事情，大家跑来都读会计，然后呢，毕了业就发现说工作不是那么好找。那么很多同学起步的第一份工作，我前面说进四大，进这个 second tier 或者进小的 firm， 这是一部分很幸运的同学。但我们说我们将来可能也会帮同学说，我们看看怎么能把这个路给我们中国同学拓得更宽一点，不让我们这个求职的路这么难走。但是我们说大部分同学第一份工作，如果你将来留在澳洲做会计的话，第一份工作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说我们叫 APAccount Payable。 那么 Account Payable 这份工作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处理发票啊，跟这个做付款呀，然后跟供货商打交道。那么这是会计里面最低最怎么也不要最低级吧，就是说一个入门的一个职业，入门的一个职位。那么这个职位呢，它的薪水不是很高，那么现在基本上就是行业内定的这个一个 AP 的岗位的一个工资将是50,000到最高的，可能如果将来是个 AP team leader 啊，或者是一个这种新的 AP 啊，你可能拿到70,000，然后这就到头了，不会再往上升了。那么入门级的呢，大概就是50,000左右。那我们同学就说我不太想，而且这个你做了这个职业你就知道说 AP 其实是份比较枯燥的，每天就在那边处理发票啊，做付款啊，然后各种供货商给你打电话说我的这个钱付了没有啊，做了大概做个一年两年就觉得很 boring 了。然后我想往上再走一步，我想去做到 assistant accountant 助理会计，或者是做到财务会计，怎么办？那么说最好的一个途径你就去考个 CPA。 因为你考了 CPA 之后，一个是说我们刚讲了那些专业知识储备你有了，那么还有就是说你将来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可以说我是一个 CPA， 他们会重新考虑说你的这个专业技能。所以我讲一个我实际例子。那我刚Eric 也说了，我是6年的这个 CPA mentor， 从我拿到了 CPA 认证之后呢，我就开始带我自己公司的就是组里面的小朋友。那我们说组里小朋友有现在我想有几个 AP 啊，我们现在组里面的有3个小朋友，然后都是拿到 CPA 了，然后也很sad的，这三个小朋友拿到 CPA 之后就全部都走掉了。那么其中一个拿到 CPA 之后去了另一间公司做 financial accountant， 那么另外一个拿到 CPA 之后转去做 business analyst， 那么就是说他转去management 那边了。还有一个呢直接去悉尼了，也是去做 financial accountant。我们说你拿到这个认证之后是对你职业的一个类似于一个 milestone， 就是说一个里程碑一样的改变。所以我们说非常鼓励我们同学去考一个 CPA。
那么再一个就是说话呢，就是说这个是CPA 这个东西呢，你如果还在犹豫说你考或者是不考的时候，我的个人建议是说我们去考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同学刚毕业或者即将毕业，其实你的时间是非常多的，等你将来你工作了之后，你再说我再去利用我工作的业余时间去读一个 CPA， 那么这个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那我刚才艾瑞也给同学看了，说我的 CPA 我有四门是 HD， 那这四门都是什么时候考的呢？都是我在四大工作，有一门有两门是在我那个叫什么，我澳洲这门我们是十二月毕业，对吧？那我那个四大那份工作是六月份开始的，那就是说十二月到六月这个期间，我读了两门 CPA， 那这两门全是 HD。那么另外两门呢，是我在四大工作之后读的。那么那个呢，就是说第一个你在四大工作第一年的时候没这么忙，因为你还是小朋友，然后大家不会把 project 丢给你，然后那两门还是 HD。那么后面的两门就是 P 了。那两门为什么是 P 呢？就是说我到了四大是很狠的，你到了第二年的时候，虽然你还是一个 A2， 是一个 associate 2， 那么他们就已经把项目丢给你了，你要自己去带团队带实习生。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加班加到已经是吐掉了，然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去看 CB 了，所以那两门就是 P 了。但我刚才同学讲了说，因为四大还是他鼓励你考 CPA，他给你一个星期的假，所以我那时候还拿了两个星期的假去考试，所以这样才确保那两门是 P。 OK， 那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犹豫说我要不要考的话，我建议你考，真的是现在是你这个职业生涯的初级阶段，没有这么忙，事业上没有这么多占用你时间的东西，然后你可能家庭可能我说有点早，但是你家庭可能还没有起步，就还是可能二人世界啊，还没有到三口之家，等你家庭上再有负担了，你再想去考这个 CPA，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说 impossible mission 了。因为我现在还有一个同事在考，然后有孩子，根本挤不出来时间去看书。 OK， 那么这就是我跟同学说的，说我们这个澳洲的 CPA 的优势在哪里。那么我们后面呢，就是说这个 CPA 的申请步骤，就是如果你将来现在有疑问说我怎么申请这个 CPA 呢，第一步我们就说你申请为他的这个会员 ASA， 然后你就可以去考这个 CPA。 这个 CPA 不是随随便便谁都可以去考的，你要先成为他的这个 associate， 然后你才可以去考试。那么我们说在这个考试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说他有一年 CPA 有两次考试，那么他有四门必修课。那么这四门必修呢，我们说叫 Ethic and Governance，这个是你可以现在就可以去报名去考的一个东西。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做 strategic management， 这个策略管理会计，就刚刚跟同学说的管理会计的一个东西。再下来一个就是 financial reporting， 我们这个财务报表。那么这是我今年教的课，那么就是说这个是告诉你说我的财务报表应该怎么做。那么如果将来说你将来有同学，我们现在有学生就是说还没毕业，然后已经拿到四大的 offer 了，你说叫 intern return offer， 就是他做过实习生，然后公司觉得他很好，给他 return offer 了，我很建议你去，如果你拿到 return offer， 很建议你去读一下 financial reporting， 因为你将来进四大，你去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查其他公司的财务报表。那你怎么知道他这个财务报表是对的还是错的呢？你的一个标准的基尺就是说 IFRS 或者是 WSB。 那么这些东西在哪里呢？在 CPA 的这个 financial reporting 全部都会教给你他应该怎么做。 OK， 那么这是这门。还有一个我们说最后一个叫做 Global Strategy and Leadership， 这是那个战略管理的课。那么这门课呢，是你考完前三门也就是最后一个必修课才能考。 OK， 那么说这个考试难度 financial reporting最难，为什么？它有很多细节的东西，有细节的东西有计算。然后下一个 strategy management accounting， 这个呢也是说这个 strategy management accounting 是要求你很多应用的东西，那么 ethic 纯理论的东西，那么 GSL 最后一个说它是 global strategy leadership。 那为什么我们说把它列成最简单的一门课呢？因为这门课是在考试前就会把案例发给你，
他考试的时候是根据这个案例给你，那个选择题你去考，还有简答题，可以，你就是可以提前做准备的一门课。OK。那么我们说还有九门选修，那么这个就完全根据你个人兴趣了。比如说你将来四大的话，你可能就选奥迪；那如果你将来做银行的话，你可能就选这个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看你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在哪里。那我们今年呢，To Future， 我们说 Win Career， 我们开了一共给同学开了这四门课，一个是 Asset Governance， 还有一个 Strategy Manager Accounting， 还有 Financial Reporting 和 Australian Taxation。 那么这个我就不再给同学去具体的去讲了，同学可以线下的时候去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小 Win。 然后呢给同学说一下我们的考试经验，就是说我自己个人给同学总结的一些考试的经验。那么 CPA 大家知道它是开卷考试，那么开卷考试呢，有同学说我根本不复习，我去裸考，因为反正它开卷嘛。我跟你讲说你裸考的话你肯定 fail， 这个别的我不敢保证，比如说你裸考你肯定 fail。 为什么呢？我自己的经验是虽然它是开卷，但是基本上你要把那些他给你的 CP 那本书的东西吃透理解好，他考试时候那个题目非常的灵活，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们反正是 reporting 这门课，那个题目稍微变化一点整个答案就会变。那么再下一个呢，我们说就是说开卷考试你可以带一些资料进去，我们说你一定要做好一个目录，就是一个参考目录。比如说 financial reporting， 你要知道说我讲到说这个 conceptual framework 它在哪一，那么这个 index 呢在考试中非常重要。虽然我前面跟同学说了你要把这个 CPA 的这个资料理解透了吃透了你才能去考试你才能 pass， 但是在考试中它有一些就是选择题是那种死记硬背的，我们说同学你没有必要去硬背这个东西，但是说你考试如果看到了你不确定的话，你可以回书本上去确认一眼，那么这时候你的这个 index 就非常的重要了，你可以回去翻一下。 OK， 那我们说我们在我们这个给同学设置这个课程的时候呢，也会帮同学帮你把这个 index 总结出来。然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说我原来考试的时候，我考试时候我可以不带书，但是我一定要带我的 notes 和这个 index， 因为我的 index 还是 refer 到我的 notes 上去的。 OK， 因为你那个书你会发现它其实蛮厚的，所以你这个 index 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带着它，万一你有什么需要的知识点，你可以马上快速的去找回到你的这个书本上的章节。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想考过这个 CPA 的话，你要了解理解每章的内容，还要了解你这个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那这什么呢？同学你们看到了，如果你们现在已经报名了的话，你已经拿到 CPA 的资料，你会发现什么呀？那个书特别的厚，对吧？我拿到那个 financial reporting 那本书，天哪，560页，每章都好几十页。那么你看一下它那个东西看似非常的散，那你要说你这样一个一个的去记，一个一个去理解的话，你就觉得说很累，而且中间就说哎呀这一块那一块我怎么去理解它。那我们就说你要看完它每章的内容，你要我们会给同学列出来一个说它内在的逻辑关系，你这样说你到时候去理解那一串的东西，我一个引申到下一个，你这样就会容易记。那么再下一个呢，我们说你要做这个 CPA 的练习题。那么现在我们说你报名了 CPA 之后都有练习题了，那么这个练习题你要印证你自己的理解。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会儿给同学还会讲到说，你比如说这个非常重要，比如我们讲 ethic 的时候，那么讲 ethic 就是说这个是职业道德的时候，我们很多它虽然它理论在那，但很多我们它给你的还是那个案例 scenario，我们的理解和出 CP 卷子人的理解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比如给同学举个例子，我还记得这个例子特别清楚，他就说你将来如果他给你举个例子说有一个员工在上班的时候加班，然后呢他同样的跟他同样职位那个人不加班，那么你觉得这个加班的这个人这个事情是符合道德规范的吗？然后我想哎呀多努力的一个员工肯定是符合的，然后一翻答案说不符合，说这为什么不符合啊？因为说他没有在给那个人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OK， 所以说尤其像我们做 ASIC 那种课啊，
那么你一定要去做练习题，印证说你自己的理解跟他的那个出卷的那个理解是一样的，就说不要你自己觉得，你要他觉得 ，OK 吗？那么再下过来，我们说一些小的，就是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在考试中发挥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 CPA 已经改成了一个机考，计算机去考试。那么你一定要提前去看一下，我们上课还会跟同学说，你去看 CPA 给你的 video， 你要知道说你在考试时候会经历什么，然后你将来你定好考场之后，你如果有机会的话，自己提前去考场去看一眼，看看说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地方停车，熟悉一下这个考试的环境。那么这个机考的这个环境呢，也说你可以在网上模拟这个机考环境。其实我们说这个机考对你来说是，对现在考试的同学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你我们看那个 video 你就可以看到说，你可以在那个题目，我如果不答，我可以把它 mark 成什么 for flag 或者 for follow up， 我可以将来很快速的回去说哪些题目我不确定，我去再看一眼，如果有时间的话。 OK， 那么就是说，但是你一定要熟悉说这个机考的环境是怎么样的，那么你熟悉了，你将来考试就会比较轻松。那么如果你不熟悉呢，你可能到时候就会有一些，我原来见过有人考试说，就是说不能 log in 啊，然后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那么就会损失你的考试时间。那我们说 CPA 是三个小时的考试，但这个三个小时的考试，我跟同学讲，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是说，无论你考哪门，这三个小时都是不够用的。OK， 所以你要珍惜你的这个宝贵的每一分钟，所以要去提前熟悉这个机考环境。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就说不要这个 underestimate 你复习 CPA 的这个时间，一定要预留出来充足的这个复习时间。 OK， 所以我们说我们这时候我们设置这个课程，就是说给同学，你看我们将来课程设置是每周给同学一个 module 一个 module， 你上课过你可以在家看完，然后我们上课再讲一遍，然后你再回去复习一下，做一下练习题，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这张就完全掌握了。那么我们给同学已经设置好一个 schedule， 你就不用说考试前我一下子太多东西了，我就 overwhelmed 了，我整个就是没有办法重新安排我的时间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比如说你考试的时候就可能发挥的没有这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说，我们就是特别给同学看一下说今年这个 financial reporting 的内容。那么说 financial reporting 给同学说，它一共是七个 module， 那么这个七个 module 呢，分别占的这个比例是 the role and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reporting， 这个财务报表它的重要性是占10%，然后这个财务报表怎么做，这个财务报表占14%，那么我们 revenue from contract 这个占10%，那么还有一个 income tax18%，然后 business combination and group accounting 占24%， financial instrument 占14%，最后一个 impairment of assets 占10%。那么这是它整个的这个考试的比例和它要讲的内容。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会跟同学说，其实你看它的这个东西，它是有内在逻辑性的。比如它第一章，它就是告诉你说我全部的这个财务报表有什么重要，然后在这章里，它也给你规定了说我的这个财务报表里面有什么 element， 比如说我们讲 assets liability， 然后equity revenue expense， 它都给你讲了定义，然后它告诉你说我们的这个 conceptual framework 这个概念框架下怎么对这些东西进行定义。那么进行定义之后，它就有 recognition， 我什么时候确认在资产负债表上，我后面再怎么做 measurement， 那都是在第一章它把你原则性的东西就告诉你了。那我们看后面的 revenue from contract with customer， 其实这就是什么 revenue， 其实我们说整个会计条例它其实做的东西就是什么，我告诉你 definition， 你的定义是什么。那比如说这章它告诉你说 revenue from contract with customer， 那什么叫 revenue with from contract with customer？ OK， 那你的 recognition 是什么？我什么时候确认？那么我确认的时候，比如说我是定这个合同的时候就确认呢，还是说我随着这个合同完成确认呢？那么这就是 recognition 干的事情。那么再下来，他要再解决的就是 initial measurement。那么 initial measurement 就是我确认了，确认多少钱？那么这是
一个。那么还有一个说，如果这个东西它是在你资产负债表上的话，那么我们说下一个财务年度我们要怎么再去衡量它的价值，那么就叫什么 subsequent measurement。 那你读完了第一章之后，你就知道哦，我财务报表其实就处理这些事情，那么后面这些你就按照它这个思路往下走就可以了。比如说 income tax， 它就告诉你什么是，你看我要找它的定义，什么是 deferred tax asset 的定义，什么 deferred tax liability 定义是什么，我什么时候 recognize， 怎么 recognize， initial measurement 是什么， subsequent measurement 是什么。其实你看是不是就解决了，你在脑子里面形成一个框架。 OK， 那么我们说在每章里面，我们说它的这个知识点很细很碎，那么我们在而且反正说 report 你刚才说了就是它很多细节的东西。那我们看一下说，我们会给同学每一张一个思维导图，看一下说这一章我怎么把这些知识点给它串起来。那比如说我们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其实它第一章主要讲的就是说这个 conceptual framework， 这个知识概念框架。那我们说第一个告诉同学说财务报表的它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这个财务概念框架下面告诉你说我这些财务信息需要具备的特征有哪些。那么再下过来他说我的这个财务报表里面的有哪些元素。那么再下过来他告诉你说 measurement， 我怎么去衡量这些财务报表里的元素。那么你看一下说其实我这一章里面有大概有它的 subtopic 大概有九个。那我们看后面这个它的这个后面的 topic 其实就是围绕这个 measurement 展开的。它告诉你说 method 是什么，我们说有 value based 还是 fair value based。 那它后面的是 example， 我们在实际应用中是怎么做，它给你举例子，例子租赁合同 employee benefits， 这个员工的福利 investment property， 这些投资的资产，还有这个 share based payment 是以这个股份为激励股份为这个结算的这些付款的原则是什么。那么这是你要如果你按照这个把它串起来的话，你将来再去复习的时候就容易了，你就知道说哦，我每一个知识点它的逻辑性是什么。所以我说同学你在自己复习或者你将来上课的时候，你就要把它的这个内在逻辑找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你将来再复习你就拎出一个头，比如说你拎出来一个这个 concept framework， 你让这个往下倒，你就可以找出来说我下面所有的这些内容。 OK， 那我前面也给同学讲了，就是说反正是 reporting 我们有计算题，那么计算题就是说你要理解。那么再讲一点就是说其他的科目，就是我个人经验了，那么一个是 global strategy leadership， 这个我们说那个是要有小组讨论，你要找一些学霸同学要抱大腿，当然你如果自己是学霸的话，那你就随便挑你的组员。那么这时候你要拿到案例的话，提前我们说那个案例是提前给同学的，你要提前对那个数据进行分析。那什么是分析呢？他给你案例基本就是说我这个公司要采用什么样的 strategy， 然后你要分析一下说今年去年什么增长比啊，你提前把那些数都算好，然后你考试时把那张 Excel 表带进去，那你考试就会容易很多。那么 ASIC 呢也跟同学讲了说，我们说一定要验证自己的理解和书上的理解是不是一致的。那么SMA 呢跟同学说就是说你要注意它里面的那些细节，那么最后你要大量的练习去熟悉套路。那么这就基本上是我跟同学分享的说整个我自己考 CPA 还有我这么多年做 CPA 的一个经验吧。那么也希望同学就是给我们的小微留言，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我尽量解答。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课程就是Win Career 我们设置的这个 CPA 的课程呢其实是帮助你更好的去准备你的 CPA 考试。那么我们说考试呢这个东西其实是有捷径的，就是你还是要自己去读，但是说如果我在想说我当年如果考 CPA 的时候有这种补习机构我一定去上。为什么呢？你自己读 CPA 时你会发现非常痛苦，因为它很多东西就是说你自己不确定这个东西，说还有很多尤其我们讲说那个 income tax 的时候你绕不出来，就是说到底它是 deferred tax liability 还是 deferred tax assets， 还有那个那些financial instrument 的时候我到底是该加还是减，就很多东西如果自己在那边纠结你会花很久的时间。
那如果你有这种补习机构，一个是说我们帮你把那个逻辑性都理清楚，帮你记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在这种很有一些比较难理解的问题上呢，我们会有时候人家一给你讲，就马上茅塞顿开了。OK， 那这就是说我们非常建议他，就是说你上一个补习的机构，然后呢，这个是帮你更有效的、更省时的去准备你的这个 CPA 的考试。那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把再交给 Eric 还在吗 ？Hello Eric。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那么谢谢同学啊，抽时间过来啊来听这个宣讲。那我希望上课的时候能看到一些同学，那就这样。